20号来台举办粉丝见面会，一出场就带来甜蜜神曲《雪猫叫》，但女生一个不小心竟然忘词了。这么可爱，谁还会记得你忘词啊？而将海外首站见面会设在台北的她，一见到台下粉丝就惊呆啦。啊，저는지금보고깜짝놀랐어요사실대만팬분들은눈빛이되게다양하네요아그리고제가한국에서팬미팅을하고왔는데그때는여자분들이더많아서깜짝놀랐는데이번에는남자분들도굉장히성비가깜짝놀랐어요오늘은남자분들의환상소리많이들을수있는건가요这低吼声都逗坏我们金秘书了。最后电力满满的女神也给我们悄悄透露接下来的工作计划。스포를드리자면김비서만큼이나가볍게즐겁게뭔가좀신나게볼수있는작품네재밌을거예요왜냐면로맨틱코미디고이번에는제가좀웃긴캐릭터라 、네、 여러분들이좋아하실것같습니다期待欧尼的新作品啦我把你去雪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要尝你的味道我一身香的味道想要品尝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着每天都藏匿着你的好陈乐已融化台北报道